可以了是吧？都进去了，做到那个里面机场的一起是吧？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把他们都集中在一块。OK。等一下吧，先把那数据摆好，现在数据都没摆好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没调对吧？要偏一边，偏过去，现在不歪了，没事。现在我在录。这是自动分，自动分跟分的是吧？这是分块的。就自动分那种分，那。它这个是这样子的，实际是这样子的。哦，它有角度，有校正是吧？我们需要把这个补偿值量到测量到。刚才就是前面就是一个补偿值。